包子外面自取哦。拉开蒸笼，热腾腾的包子一个又一个的拿，有甜有咸，想吃多少都可以。很划算啊，随便吃都划算啊。吃到饱不稀奇，但新北三重这家店主打内用，随你吃，15个位子无时无刻坐满满，想吃还得领上号码牌。不止包子吃到饱，店内还有清粥小菜和卤肉饭，配合冷冷的冬天，老板还换上关东煮，通通百元有找，价格超佛心。包子内馅满到炸出来，外面一颗至少卖30元，而这卤肉饭肥而不腻的口感，外头一碗没有45元绝对吃不到，想省餐费，这里让你一次吃个够。是目前吃了5个，现在还在吃，因为自己本身就比较会吃东西，比较能吃一点，所以就觉得这样很划算呢、因为现在物价比较高，那就是想说这样子的话可以让客人可以就是用比较便宜的方式可以吃到早午餐。成本的话，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自己制作的包子，相对成本会稍微低一点。平价美食强调高 CP 值，还有清粥小菜随你吃，用餐时间只有45分钟，但百元有找的价格，比起外头一个便当破百元，这里只要味大，怎么吃都划算。欢迎新闻林伟旭、柯芷云新北采访报道。世界局势变化莫测，你我都身在其中，国际间合纵连横，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无所不争，无所不战。环球大战线全方位观点，与您一起剖析战略，走进环球竞争最前线。